看我今日在节目当中吼，真的，真正有得咱来宾的要求，看到这么侪贵宾都来到现场听恁唱歌，真正吼，恁爱甲恁心内所有上盖赞的歌，应该该拢总甲唱出来。虽然恁的歌袂当唱真侪首，啊，不过吼最精彩，喊恁听，感觉这首歌很特别，是叫《沙漠骆驼》就好了。刚刚我来介绍这首歌的特色，这首歌首先恁来宾应该拢捌听过，啊，不过唔知讲吼，它最重要的经典在哪里？经典吗？对啊，就是因为要唱这首歌，应该怎样？它的经典由来啊，就是很老由来哦。我觉得它的词很复杂嘞。很复杂，你为什么记得住？哦，你也聊圣歌简单，你敢知？我背足久的啊。我这圣歌欠在背啦。我这圣经老背。你有看到它的词吗？它的词很老。我没有看，你是平常不会讲的。什么魑魅妖魔？对对对对。平常是哪会讲这样？你可以去讲遐话啊。所以也其实也字无足好，无足好记的了。你看伊的字，你也唔知要怎念，就平常不会去念那个字。就是要听主唱，主唱听，然后三界过了，你就顺啊。其实咱三界无感冒，继续光做，继续光唔拿三界。我是讲比如来讲，譬如啦，我是感觉讲，若对客人来讲哦，三界应该的破破了解他的点在哪里。哦，没有，他抓住啦，他真的很难唱，因为他是两个人一起唱的。对呀，所以你也刚刚。就是两个这样衔接，做播音的那种，你要比赛。对，你在唱的话，你就要那个气要够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头头在讲，真正无简单，一口气哦，唱到这等的当中，这个肺活量也无够，那是讲哦，真正无法度换气。而且换气的当中，佫袂使有恁这台边听着。为什么你敢知？我的麦克风有够好诶，够好诶，当中小可。喘气的声音吼，恁来宾应该拢总有听到，所以来看卖我们的凯云，真正不简单就是不简单，哎，你真正会当去挑战哦，跟歌唱比赛，真的，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，我刚刚一上听也还没有，刚刚最近听到你的歌吼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温柔啊，长大了，以前是小朋友啊，哎，那时候才长大了，包括你长大的不少，现在，哎，全部都长。该长大的有长大了，不应该长大我们也都没有长大，来跟你控制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来到现场，今天也在恭贺喜，恭喜一场非常大的盛会，也在恭喜人生人海哈，感谢咱现场好朋友，今天就是要来庆祝咱母婴节，啊，要来庆祝咱开台尊王，一个三山国王，一个天上圣庙，一个五虎神社，一个地火尊王。今日中岛温水火的信息，就会进行信息无疆信息修。那感谢来到现场，来每一个朋友，第一时间就来到咱的庙内，来向着咱开台尊王、三山国王，来会就进行啊那个参拜。恭喜我们的祝福咱参拜好朋友哦，三居清幽插罗罗，来祝咱参拜好朋友多登记，隆重一个幸福的前途。那感谢咱参拜好朋友，那参拜之外啊，对着咱母婴的啊，咱的开台尊王、一个三山国王，来会进。谢蛋糕是非常的天使，来考一下我们的凯云，所以恁也要唱歌当中吼，来恁嘛智慧吼无同款，好好来个增长一下吼，我恁智慧愈来愈多。另外一个点是什么？另外一个点是，除了参拜之外，还有一个信徒对着恁母婴的，把恁开开尊王，以恁神圣跟我恁有进行，蛋糕是做天使的。收到，三山国王开台尊王，就进行保庇金啊！家庭做健康的需要，做成功的小朋友、学员们进金花的当中，但讲是添真济营养，对啊，真正营养一百无嫌少，一千无嫌多，所以恁是个添的当中吼，不一定恁开台尊王、三山国王，就进行个保庇，需要愈做愈多，赶快买啊！但讲是参拜啊，恁信徒，但讲是做天使。心诚则灵，不管恁有啥物愿望，来做着恁开台尊王，一人三三国王，就会进行那个困求，和恁的愿望心情有望上水哦，谢谢，那水之花，应该跟，好啊，来欣赏恁应该跟全部的节目，是啊，恁全部节目，还佫对面恁的大戏，还佫有恁的上届对面的，还佫有几啊辈，来看卖啊，大型的电影，然后来猜猜。来祝福咧，每一个信徒都登记，都当积极财富，隆重捧出来哦！谢谢，恭喜非常感谢，提供给咱间间公路这部的请主当主流，咱恭喜做天神的哦！是有着咱的乡长的爸爸，顺当主流，咱的英俊爸爸到来，英俊爸爸，咱乡长。
现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大干票，啊，那个孙杨票，那个文聪杨票，杨票，谢谢你，谢谢那个地主孙当主六，那个文扬，文扬哥哥，感谢，感谢英雄的唱出当主六，带动一个大势，心心心意，票声声音福的声，拢是我的五祖五灵爷，那个唱出当主六，会让正财降临来，会让偏财拢平来，会让年年新甘甜，回归大势财贵人好运。隆重一来哦，来，今晚可以小哥听一下歌。台湾的民谣满春风，来，台湾的民谣满春风，谢谢。来，你无想介意听你首歌，哎，民谣哦，那么听着，其他就完者，洗耳恭听。现场。